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所示啊，小球质量是5公斤的啊，静置于4公尺的高处，然后用手这样轻轻的推一下，就一开始这里速度等于零了。使其哈沿着光滑轨道呢，由一下滑了，1、2、3、4，有4个位置了，我这样滑下来，我转到这里来，我跑到这里来，好，下滑至4啊，从一下滑到4。假设不考虑空气阻力和摩擦力，小球初速为零啊，啊，重力加速度呢 ，g 是等于10公尺每秒。好，有关一到四的各点动能大小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啊，他说三这个地方的动能啊，大于呢这个四这个地方的动能啊，这个不对啊。这个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位能比较小。大于四这个地方的动能，这个对了，这里的位能比较小，所以它动能比较大，而且我可以算出啊这里的动能，这里的动能我怎么算哈？这个我叫 EK3， 哦 EK3 哈，这里的动能呢等于这里的位能哈，加上动能，我现在以这里哈当零位面，我这里位能呢我令它等于零，所以这里有动能没有位能。它会等于这里的动能，就二分之一哈 ，m 是5啦，啊 v 是6的平方，啊加呢位能，啊位能的话是 m 哈 ，g 呢这个 h 啊，就5哈，五乘以呢，啊五乘以10乘以 h 啊，啊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动能。好，那我们晓得哈，这个它是大于零嘛，所以这一项，这一项就是，第四个位置那里的动能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减这个大于零，也就是这个比这个大，哦，就这个东西哈，它是大于多少 ？1K4。哦，这三那个位置的动能比四那个位置的动能大。啊，再我们看呢，这个 B 选项。B 选项的话呢，他是说哈，他说二的动能呢等于零，二这里动能的话不会等于零的，二这里动能等于多少？就是说这里的动能等于零嘛。那我现在哈以这个当零位能的话，这里的话有位能，啊这个是一。K1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不对，这里动能等于零，这里位能是 mg 哈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4，它会等于呢这里的动能 1K2 哈，加上呢 mg 乘以3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哈 ，1K2。好，这里的动能等于多少呢 ？mg m 是5了哈，乘以10，乘以多少呢？4-3等于1，啊，所以是50加尔。好，这里动能50加尔，这是大于零，这个是对的。好，他说等于零不对。好，这是大于零，这不对，等于零不对。好，再我们看 C。C 选项哈，二的动能呢大于三，二的动能呢比三大，这错了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位能哈加这里的动能才是等于这里的动能，也就1K3啊。1K3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里的位能，哦 1K2加上呢这里的位能，就 m 是多少？五。乘以10 ，h 是3，所以呢 ，1K3 就3位置这里的动能比2这个位置的动能多数多少？多出呢
150加尾，哦，所以哈，我们晓得这个 1K3 的哈，三这里的动能大于多少呢？二这里的动能，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。哦，他说这个，他说二的动能大于三的动能，这是错的。啊，再来我们看呢 D 选项哈 ，D 选项他说哈，二的动能大于四的动能，二的这个动能啊，二的动能的话呢大于四的动能，这也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这个二这里哈比它高了，那事实上的话，这个有没有比它高的话哈？事实上我们还要再算一下，为什么要算一下呢？你看哈，我们来比较这两点的动能。这两点的动能的话 1K2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， 1K2 是多少呢？ 1K3 我们刚刚有算，嗯，实际上 1K3 就是这里的位能， 1K3 的话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MGH， MGG 的话是10、啊、再乘以4，这200加了哦，如果你以这里当零位能位置的话，事实上呢，它的总力学能，哦，就是这里没有动能，就位能，总力学能事实上是200，哦，啊，这里位能呢会等于啊这里的动能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位能等于零嘛，哦，所以这里的话是200加尔，那200加尔的话，那这里的话应该多少呢？ 1K2 的话，刚刚我们已经算出来了。1K2 是50啊，那这里 1K4 是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 M 啊 ，M 是5 m v 平方，6636，这多少？212286，这是90啊，哦，90加，也就是这里的动能比这里的动能大。哦，因为这里是90，啊，这里是50，所以呢 ，D 这个选项是错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小题的话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A 啊，只有 A 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，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，他说哈，乘第一题啊，若小球在位置2的高度哈是3，哦，他说哈，如果了哈。哦，那第二小题的话，这里他说是3啦，哦，第一小题还没有用到这里是3，不过它上面已经写上去了。哦，若小球位置在2的高度是3的话，那么小球在位置2的动能，2的动能的话，嗯，2的高度是3啦，那么小球在位置2，它的这个动能是多少？它的动能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了，等于多少？等于50加了。好，我们那个第一小题就是假设它这里哈，已经是3了，哦，因为那个图已经在上面画3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算出来了。所以第二小题的话，第二小题的话，它的那个动能是50加了，所以第二小题应该要选 C 啊。好，再我们看了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，他说乘上题啊，若小球在位置四的速率啊，位置四的速率啊是6，则小球在位置四的高度多少？哦，我们晓得这个力学能要守恒啊，就这里的动能加位能哈，会等于这里的动能会，或是等于这里的位能也可以，就是四就是200，也就是说哈，这里刚刚我们算出来是吧 ？1K4 是90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200啊，总力学能是200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里的动能是多少？动能是90啊，啊加这里的位能 MGH 5嘛哈，10啊再乘以 H， 好，那 H 就可以算出来，我可以约掉呢10啊，那这样就20减9多少呢？就11啊。好，嗯，11，啊，再除以多少？除以
除以5了，这个是等于 h， 所以这是 2.2 了， 2.2 公尺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啊，应该要选 B。哦，第三小题应该要选 B。哦，第一小题选 A 了，第二小题选 C， 第三小题选 B。